针对一般应用和文书用家 ，Asus 推出 Q2900M 主机版，内建 Intel 4核 Pentium G2900 处理器，最高 TDP 只有 10W， 加上 2M ATX 设计，足够应付大部分要求不高的用家。Asus Q2900M 主机版 2M ATX 设计，采用4核4线程设计的 Intel Pentium G2900 处理器。时密为 2.4GHz， 处理器内建 HD Graphics 功能，最高 TDP 只有 10W。由于处理器的耗电量极低，所以主机板只需要连接24片就可以供电。主机板已经内建处理器，用家只需要连接记忆体就可以使用。提供两组 DDR3 DIMM 插槽，支援 DDR3 1066。DDR3-1333 同埋 Long ECC 记忆体，最大嘅记忆体容量为16GB。扩充功能方面，设有一组 PCIe2.0X16 插槽，另外亦有两组 PCIe2.0X1 插槽，可以按用家唔同所需加装扩充卡。网络功能方面，利用 Realtek RTL811GL 晶片，提供一组10/100/1000Mbps 网络连接埠，加入了 Asus 的防雷击和防 ESD 静电保护，并持有 Wake on LAN 功能。音效方面，就由 Realtek ALC662 提供5.1声道输出。Asus Q2900M 持有两组沙提接口，提供 3Gbps 连接速度。在背板 IO 就提供 D10、DVI-D、HDMI 三组 USB 2.0 接口同埋一组 USB 3.0 连接，扣除咗键盘同埋滑鼠 ，USB 嘅数量尚算足够。